叫人坐那个直升飞机出去吗？你看。我们这边 Costco 也开始卖藏红花了，以前都没有的。知道鸡蛋放盒子里面，好了，一到家这两个娃就迫不及待的把礼物拿出来了。哎，你说娃娃饿了是不是？他要喂，我还要喂啦。弟弟不是说了吗？这圣诞礼物你这么早就拆掉了，弟弟啊？我看看，没事。妈妈，啊？娃娃他饿了，所以你要拆开来给他吃，是不是？对。他饿了，他说要快一点。弟弟，来喝点水，弟弟，弟，喝点水。弟弟已经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了。小飞机啊，你。Have a seat down on the plane. Oh, you did? You did. 今天我就简单烫个菜。今天我烧的汤是铜壶、西班牙火腿，还有那个白萝卜。弟弟进来呀。吃饭啊。不要放这里。吃饭。你吃饭吧，先吃饭好不好？吃饭再玩好不好？嗯。重不重？重。不重？现在是晚上5点钟，我老公刚刚买菜买牛奶，才回来没多久。这个网鱼，今天菜就是我老公买的，这条活的网鱼啊，嗯，贵吗？5块多1块钱，快6块钱1块钱。没有帮你杀干净吗？我不敢用，我这个跟我开肚子而已，要不然的话把这个切成1块块，我就切不了。他准备做生菜鱼，然后这边焖的是鸭腿对吗？对，这边是焖的鸭腿。今天我们是周末。这个要吗？这什么？这不要了吧，好油的。先把里面割开来，再割外面了。嗯。这我好久没有吃上菜鱼了，叫我老公做上菜鱼吃去。
你看这有一根骨头。切着骨头就可以了。切着骨头把那肉分出来吗？对。那你切刀的时候，把那个这个刀这边切着骨头划着。刀锋。刀刃。就切了。这碗鱼是蒸剁椒还是烧汤啊？碗鱼的鱼头。这个煎汤就搞定了。剩下鱼呢？好的呀。走开啊！你在动吗？阿姨，走开！妈妈该吃，我想要吃，一定要吃到吗？阿姨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飞机。飞机那个。眼睛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如果你嫌那个人多就，你可以把鱼头留到明天吃也可以啊，还怎么样？你吃得完不啦？我反正煎出来的没多少。你切的时候摸到骨头。就摸到骨头就回去了，就过去了。这个鱼不动了，好了，别洗，没有人在放碗里面。你这里面放了什么粉啊？里面放了料酒、蛋清、胡椒粉。烧菜的时候也是好认真。好了，焖着吧。Don't touch, OK? 很好。好，吃饭吧。弟弟，骨头不出来啊，知道。